我觉得这次美国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一次的弹唱会，真的真的，谢谢。因为其实哪里的山哪里的水都有它不一样好看的地方，但是哪里的人真的是很不一样，还有好朋友们，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交了这么多的知音，所以这是这一次美国之行我们最大的收获。而且如果有机会我们真的还会再来，好吗？我的英文也不太好，但是呢特别喜欢有一首英文歌，有可能有的朋友也听过，叫 You've Got a Friend， 是好像一个歌手叫 James Taylor 唱过啊。对，就是说呢，我就希望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就是任何时候不论春夏秋冬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只要你只要有一个有什么任何需要，他就会敲响你的门，然后就来到你的身边。你有一个朋友，You got to do it as well, and I'll be there.
谢谢。